大家覺得咧，這個公廁係咪同其他嘅公廁唔同，特別乾淨啲咧？呢一個係堅尼地城士美菲路市政大廈公廁，勇奪今年香港最佳公廁嘅殊榮。李興平去睇過。我哋去到被評為金獎嘅士美菲路市政大廈公廁，地面、洗手盆都冇積水，仲擺咗啲綠色嘅植物。睇一睇廁格，入面有 BB 凳，仲有廁板清潔液。尿兜之間都設有隔板，不過就唔係所有公廁都咁乾淨啦。喺觀塘海濱散步，突然人有三急，轉彎見到公廁，以為見到綠洲，點知只係海市蜃樓，唔係個個都肯去喎。哇！啲馬桶冇人沖廁咯，去完，哎呀，真係污糟邋遢咁咯。小便就冇問題啦，洗下手依啲咯。即係哇！嗰啲真係去唔落啲大便嗰啲真係唔會去。但如果你真係好急咧？哇！唔去啦，呢啲啊，寧願睇下去唔去到附近嗰啲商場。呢個廁所只能夠俾到20分，咁你話如果同嗰啲商場比較，更加冇得比。即係你入到去，你會好快咁啊走㗎啦，你唔會嚇好似有啲比較打理得好嘅地方，你覺得啊可以留喺度照下塊鏡啊，或者係企喺度撥下啲頭髮啊。一行入廁格，見到地下有紙巾，廁板都黐住紙巾，部分 BB 凳、尿兜、廁格都暫停使用。地下有生鏽嘅痕跡同埋水跡，殘廁嘅大門就好似槍靶咁樣佈滿彈窿。同樣係公廁，點解質素咁參差呢？香港廁所協會話，公廁依家主要由食環署、康文署管理，每個部門嘅標準都唔同，建議政府統一管理公廁。有線電視記者。